艺术需要的是天赋。如果一个人真的对绘画有天分的话，就算只给他一盒最简单的彩色笔，对方也可以画出高境界的精美作品。Roholic 是一名来自韩国的绘画天才，他最擅长的就是画人像，而且最厉害的是，他只需要一些简单的颜色笔，就可以画出一点也不简单的画像，完美的刻画出人物的神韵。像是这张孔刘的画像，不仅惟妙惟肖，甚至连 Opa 的唇形和唇纹都完美刻画下来，艺术造诣是非一般的高。染上一头桃红色头发的 IU 气质逼人，柔和的脸庞和画风带出满满的浪漫气息。以下为完成绘画过程，明明就是简单的彩色笔，但是一到了这位天才画家的手里，各种绚丽的色彩立马就化身为大家熟悉的艺人。无论是脸型、轮廓、韵味、阴影都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完全是神还原。这柔情似水的眼神是 EXO 的 Chanyeol 啊，激动小丑阴沉的眼神和小丑女的俏皮中带点危险的气质都完美透出。这彩色笔绘制的人画像真的太强大了，无论是动漫还是卡通人物也难不倒 Roholic。 这精细的画工完全媲美海报啊，他把美国队长和蝙蝠侠威风凛凛的模样描绘得淋漓尽致，生动的让人难以置信这是一幅画。